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来上早餐。天水的小黄杏就是这么好，一捏两半，看一下。嗯，咋的？我吃一个。嗯，妈妈吃一点。我给调一口。天水的小黄杏，来吧，吃起来。今天我们给我二八家摘樱桃，看这真的樱桃，我们现在拉到市场上去卖。这樱桃是什么品种？八杠，八杠，八杠鸭路。今天再给大家拍一下樱桃交易市场，往这蟹腿上。我们先在前面这个市场看一下能不能卖出去，卖不出去就去四十里铺的这个市场。强卖强卖了，今天这个市场马上就没了，太近这么一掏就没了。大妈问啊，你的野兔，你的野兔上来咋翘呢？对的，啥价？那给多少钱吧？你东西你要价嘛，你卖多少钱吧，我给多少钱。嗯，多少钱？十块。十块。我十块钱，能行不？这十块不？啊？就是的，就是十块，就十块。你看，多少银？啊，我就拿这多少钱嘛？你下手。八块，那最低啥价嘛？最低九块，那便宜不了了。九块五，这不还是九块？两箱都一样是吧？脚趾这才这里，你看吧，它小的。你这给的好了，我给你扩折去，我三四个人的。走，九块啊？嗯，坐。你价的。小的，你看。哎呀，你看好了，我给你拿着坐。你去兜上，你随便看。走。亮马枪。啊啥掉的？那个白色的车，就后面那个白色的车。后面的。啊，白色的。坐了。坐。九块成交，不用去四十里铺。低不低啊？你要不要去四川我也呀？现在再次走不动，这就动吗？包括量，我们的每一颗樱桃都有可追溯，我咋陪华人嘛，就陪孙子陪学生。这真太早了吧。野兔多少钱？哎，野兔多少钱？二十元卖份啊？卖的不，咱不是这个，我这水在这，你就要这嘛。啊，这个你真的来会吗？我这个煮肉了，煮肉吗？我就是。谁给干的？现在请示下一步怎么做？我给你安排一个。
我通过走地这样子，就还不太好了。卖的便宜了，我呀是吧？四十多钱，40十一啊？哎，我说我上40走，那亏了2块钱一节课。啊，一天我了我，完了分走，完了分，走，吃完了分，完了分，完了分了走进。这娃挺，手镯这时间过得，还是挺值。少卖2块钱一节，啊？咋做？我啥还有吗？卖便宜了。哎，麻辣粉也没有了。麻辣粉的摊走40里铺去了，一碗麻辣粉也没吃到。回家。